小伙伴们都知道，你们的野人哥哥我除了英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吃。我今天爬山涉水，专门来找一样好吃的。我在这里都已经看到它的壳。听说这边山上有很多的野生的板栗，这边几棵树就是板栗树，旁边的石头上有一个壳，就是被人砸过的，看来已经是被光明很多次了。我要下去看看。全是空壳。按季节来说，现在在板栗应该是过季节了，但是这个位置是高山上，气温比较低，板栗成熟的要稍微晚一点。我是想来捡下看看有没有漏，捡漏。野生的板栗并且个头非常小。貌似这个还有，有倒是有，让我们看到没，已经没水分的完全干枯掉的板栗一枚。多少让我捡两个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让我们尝一下，过来一趟也不能空军啊。漂亮，一颗漂亮的小板栗。可能确实来得太晚，剥了半天只剥了一颗，没舍得吃。小伙伴们，我先留着。刚刚就采了三颗，其中有一颗还是什么小动物给吃掉一半，怎么也没有墙，对不对？小伙伴们，没有空军。我要用我的小卡片炉来煮我的菊花茶，绝配啊，小伙伴们。听说上面还有一个寺庙，也许什么时间我要过来上去再探一下，看看上面有一个那个寺庙是什么样子。等我的水烧开，最大的一颗，有点干，因为掉落地上时间太久，水分没了。还可以，可以尝得出来有一点甜味。不错。比咱们买的那板栗要甜。刚刚这个不错，还留下一个最大的一个。基本上已经天黑，咱们泡杯茶还是很惬意的，对不对，小伙伴们？
新鲜的菊花茶。新鲜的菊花茶咱们不能煮得太久，煮太久之后会非常的苦，味道不太好。让这点火烧完之后就撤退。